欧阳是美音乐团的演奏，我好像旅行了环球一次around the world looks like， 有日本歌，有台湾歌，有中国歌，有澳国歌，有英文歌，好像我们环球了一次，也好像吃了个音乐大餐。我们有首页的歌，有姚贝丽的歌，还有圣诗歌，还有竖琴歌，和唱歌，实在太伟大了。它是音乐、诗词跟音律的结合。我们高兴的时候也唱歌，悲伤的时候也唱歌，洗澡的时候也唱歌，开车的时候也唱歌。但是合唱是很不容易，好像很多滴水流在一起变成一条河流，有的时候很急，有的时候很平稳，到最后流到大，非常的难过，我心里有感应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辛亥革命100年的纪念，就是中华民国建国音乐为纪念这个100年，这很不容易，能够给各种种族结合，有日本人，有大陆，有台湾，有澳国，有从美国来的，各种种族结合，听过你们的歌声，好像一个水泥。我记得伯父说，我们中国人虽然一盘散沙，但是透过你们今天，我们这些散沙就好像结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水泥，一个钢筋。所以要谢谢各位。我在不久之前到台湾，这个有这个马英九总统跟他夫人的纪念币，所以有100个，所以都不够。另外呢，我只带了5个警徽，所以其中有几个人会拿到警徽。Remember, each one has a little bit more.